上楼。二楼吃个面挺费劲的，藏在隐藏这么深，藏在二楼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我来了一个这个熏鸡架子，来了干豆腐。凉什么凉？凉点才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跟媳妇来买水果。这个二楼有个手擀面，带熏酱啊，喝点上来。熏干豆腐，熏鸡架，行吧？这俩菜，尝尝吧，熏的怎么样？味儿对啊，有点干吧，面好了。我这，这大卤面就这一种卤，西红柿鸡蛋，我最不爱乐意吃的卤就这一种。看我表情，这味儿还行。嗯，该说不说，鸡架是不错，这面就算了。他家的大卤面就这一种，我头回吃的时候就一种五的啊，哎呀，太差了，体验不说了，这还不错。更美，该说不说啊，真的，实话实说，这价值怎么样？不是军哥矫情啊，总看军哥视频应该知道，我吃最爱吃的就是大卤面。到哪一块儿？你看七八种卤哈，哎，我就唯独这个西红柿鸡蛋那个不成，剩下都成。而且他就这一个卤，很好啊。你问问好了，满沈阳也没有这样。面都吃了，那卤不行，这玩意儿就是真白吃。沈阳只要是说敢开这个熏酱馆，说这个熏酱都不差，就是好，这味确实给力。哪都是啊，二锅多少钱？23块钱，所以不对呀，干豆十块啊。你说少了吧，这个干豆腐我炒的好像十块。还算了，干豆腐、鸡架、打卤面。啊，都算完了。啊。啊，那可能就是十块一粒，我要的是一个，不一样。哎，走吧。啊，刚才问了一下子，他是打卤面11，
鸡架的是鸡架的八块，那个是干豆腐是4块钱一个，正好23块钱。我一开始我合计它10块钱一盘呢，那个干豆腐可老贵了，就那点干豆腐它要10块钱可是贵，但是这么算它正常了。这个面呢是真不好吃，老铁们，它不光是卤的事儿，它的面贼粗贼硬，好像里面还有死心的，应该是冻的切面，好像是。这个老不值得推荐了啊，那个熏酱啊还可以，你如果说你想喝点小酒，吃点熏酱 ，OK 没问题。这儿，如果你说我想吃碗烧烤面，别来，好吧，拜拜。